喂，在，肖市长，电话。啊。喂，哎，你请罗书记等一下，我现在就回去。哎，好吧。紫云，到前面看看。啊，怎么回事？你往后退，往后退。怎么堵得这么厉害？往后还会更厉害呢。这30年来，公路增加了2倍，可是汽车呢，增加了40倍。上月我又到纪委去催了一下，还是排不上号。没有钱呢，该停该停了，冲啊冲啊！哎，冲啊冲啊！哎，二，哎，打个钱不是什么财，行了，换人换人吧，下回我换了吧。这个渡口每天有多大的流量啊？现在呢，每个小时啊，就有200-300辆车要通过这里。20年前，我们想在那儿修一座桥。可是一直没成。可以了，田罗叔，你就别动那份脑子了。这座桥啊，由政府建，私人建呀，一点好处也没有。你别猜谜了。小市长，你看到那个老头了吗？就是那个。嗯，他可是个有心的人呢。他每次经过这里都做一次统计。嗯，哎，阿龙啊。我看这事儿能行，你看，2年0.8个月，连本带利啊，就全收回来了。你别想那么美，政府不会让你收钱的。哎，私人集资造，政府不能不让收嘛。哎，我开的是公家车，我就不能当收钱。小伙子，公家的车不是也要收养路费吗？哎，合情合理。别着急啊，造这座桥，可是要上10万块钱的。啊，钱嘛，我们能凑起来呀。现在只要政府有人说句话，能让我们私人集资造桥，没问题呀。请问您在哪工作呀？我服务行业的啊。哟，来船了，小伙子们，走了走了。哎，同志，请问您贵姓啊？啊，我有名片。啊，给啊，谢谢。啊，同志，再见啊！啊，再见。哎，肖市长，我们环卫局的报告啊，我已经看到了，同意你们的做法。你们还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清洁车辆，你看好不好？好，好，再见，再见。哎，肖市长啊，肖市长啊，我们原件厂奖金标准的情况是，看到了，看到了。你们厂里发奖金的事，由你们自己做主，根本不用来找我嘛。好好，有原则，有比例。你们自己看着办吧啊！好好好好。哦，你们可以到白云药厂去参观一下，参考一下他们的做法。好。
好不好？好好好，再见。好，再见再见。你去了解一下田螺这个人，然后和他约定时间，我要见他。好，肖市长，这是你要的西德和日本城市交通管理资料。哦，好，谢谢你。你请公务员帮下忙，还是老样子啊。齐局长，你来了啊。好好，请坐请坐。啊，好好，请你先等一下啊。嗯，孙主任，请。哎哎，请坐。哦，孙主任，这件事情很棘手啊。火柴本来只是两分钱一盒，你增加了一分，那就是50%啊。现在很多原材料都在。哎，我知道知道，你总不能要求我在一天之内把所有的物价都调整得非常合理吧？是这个吧？嗯，这一分钱虽少，这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的事情，弄不好就得挨骂。这个我还得考虑考虑。好，这样吧，星期六下午2点钟，你到我这儿来，我给你个明确的答复，好不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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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这样了。哎，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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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这样，我星期六再来。好的，齐局长。哎，来，你先请坐一下。好好，请送到打字间，让他们打出来。好好。哎，哦，他刚出去。好好，等回来的时候我告诉他吧。好好，谢谢你。好好好，请坐，请坐。好。好，齐局长，嗯，我们市里边想打通一个电话，那比走路还要慢呢，群众的意见太大了。请喝水。好，谢谢。好，你谈吧。建国初期，我市总共只有电话18645分。经过了30年的努力，我们，总数增长了2倍半。请进。王秘书，你来了。肖市长在吗？正等着你呢。那好，我进去了。快去吧。请进。肖市长。哦，老刘，坐坐坐。好，那就这样了，齐局长。好好，你回去之后抓紧时间把报告送上去。我一定抓紧时间的。好，再见。坐吧坐吧。嗯，肖市长。嗯，我们厂征聘技术人员的报告批下来了没有？已经批转给医药局和公安局了。招聘人员在待遇上根据具体情况还可以再优惠一些。所招聘的人员一定要有真才实学，要会做加法，最好是会做乘法，做减法做除法的一个不要。已经有人说我刘立勋是实用主义，什么只要有才能连王八蛋他都敢用。你不要听那些有才能的王八蛋也比白吃饭的笨蛋强。什么叫王八蛋？这是出于肚能替贤。肖市长，您要的面包。谢谢。啊，大学生新闻实习采访团在楼下等着您呢。你请他们等一下，我马上就去。好。在一件新事物面前，要允许人家怀疑思考，也可以议论纷纷嘛。提拔李华新当总药剂师的事定下来了吧？定下来了。肖市长，厂庆活动已经按照我们原来的计划部署下去了，你还有什么新的要求？没有了，就按照咱们上次谈的去办。好，把厂庆搞得隆重些，热闹些。嗯，我再请几位领导同志，让他们一起到你们厂去看看。哎，你这，你不要顾虑，就是要宣传，让人们具体的看到改革的成果。有时候对上级、对领导部门进行宣传，也是非常必要的。那好，我走了。好，好，就这样吧。好，肖大市长，我们都很欣赏您的魄力，您能不能给我们谈谈你在上任期间还计划做些什么事？嗯，不保密吧。爸爸。肖大市长，您不是在家里说过不保密吗？
是不保密，这些事情都是要动员群众去做的，有什么好保密的、那好，请您再给我们谈谈吧。请您谈的具体点，请您跟我们详细的谈的好吗？说的具体一点。第一，要向全市介绍白银制药厂发展的经验。第二，要在全市选派20名研究生出国深造。第三，要解决打电话难的问题。你说这个问题要解决吧？你要给你男朋友打电话老是打不通，你说这心里着急吗？第四，要在盈江上建一座公路大桥，缓解我们市的交通阻塞。你是个老钳工了，身体又好，就凭你这个技术啊，在那里开个自行车的修理铺子，我保险你每月有300块钱的收入啊，群众还得感谢你。这个是你的家啊？这就是我的家。你这里啊可以开一个小吃店，我保险你生意兴隆，财源茂盛。好，这可是件功在国家利在自己的大好事啊。你们呢可以在那边开一个杂货铺，卖油盐酱醋香烟水果。你上班很远，家里又有孩子还有老人要照顾，如果你要同意啊，我给你们领导去说，你可以先留职停薪干他几年，好不好？个体户也是为人民服务嘛，怎么样，大家干不干？贷款、货源、营业执照都由我负责。这倒是，有贷款好办，执照也可以，要不大家再考虑考虑吧。主要就是钱的事，真是。好吧，市长都发话了，那咱们就这么干了吧。对对，干。好，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好，说定了。这个问题已经拖了好几年了，不解就不行了。就是这段墙吧？就是这里。徐主任来了吧？徐主任，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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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主任，这段墙扯皮已经扯了2年了，现在可以拆了吧？肖市长，我本人没有什么意见，就是我们单位的安全问题。老兄，阶级斗争没有这么复杂，当务之急是解决群众的柴米油盐问题。你看老徐的意思，他盖两层楼没问题。这个房子基础不错嘛，改建成2层楼没问题啊。怎么样，徐主任？我看你们贡献出来吧。那我们，你们不会吃亏的。你们可以和商业部门搞合资经营，搞成个第三产业嘛。这样首先方便了这一代的群众，你们还可以安排知青就业，把分得的利润给职工发奖金，你们的日子就好过了。对对对，怎么样，老徐？怎么样，干不干？干不干？那好吧，干了。好，我代表这个地区的4万多居民向你表示感谢啊。怎么样，各位实力派还有什么困难什么意见？没有了没有了。吕处长，你还有什么困难吗？没有没有没有。好，既然大家没困难，可就签字画押了啊。好好好好，市长办公。我们工商管理局在哪儿啊？我在这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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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儿。光群众来信就是这么一大摞，有的人搬到这儿已经2年了，可是买米买面还要到原来的地方去。大家都来了，来了来了啊！你们来回要跑上10几里路。老书记，老吕啊，叫你你也受不了啊。是啊是啊。子瑜，怎么样，都解决了吧？我们来个集体办公，一次性处理。好好好，我们都是国家干部，以后别像足球运动员那样
把功夫全用在脚上。哎，新局长还没到呢。新局长不来，我们盖了章也白费啊。就是，那还用说？新局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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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9:35了。肖市长近来对我们的火气特别大啊，今天现场会议又晚了一个多钟头，我看又该倒霉了。倒什么霉？他肖子云还能吃人？不就是个代理市长吗？我们又不是存心的，不信让他自己来看看吗？今天怎么罗书记也来了？他可不是个带字号的。哎呀，罗书记，你怎么回事？这个路上交……你既然知道交通拥挤，为什么不提前出发？哎呀，罗书记呀，我也急呀。你说路上耽误了，这足足有2个多钟头啊。这个那……小王，你们是几点出发的？我是7:30到新局长家的。我问你是几点出发的？8:10。新局长，在这种小事情上都不实事求是，可是不太好啊。我有什么办法？你应该有办法，因为你是有专车的。是的，我是有专车的。怎么了？国家配给你专车，不是因为你资格老，而是使你便于工作。那，你看，你看，老辛，老辛，你这种作风，到现在还不改是不行的。好嘞，你老辛可真行。请问肖市长在哪？在那儿。我有什么办法？上次开会是为下文件，现场会就开到这儿吧，大家可以回去了。好了，石秘书，托儿所入托的问题登记。好的好的，我谢谢大家。三少爷。哦，小阿金啊，你什么时候来的？我前天刚从泰国来。哦，我好久没收到家里边信了。我爸爸身体好吗？老太爷身体挺好的，就是血压有时候有点偏高。哦，今年是老太爷的80大寿，想请你们回去团聚一下。大姑奶奶给你的信，啊，他们也有从美国回来的。我大姐不是说要到我这儿来的吗？恐怕没时间了。嗯。这是老太爷的进账。哦，我知道了。哎，瞧见了吧，中央要提拔新干部，这我没有意见，可总得有个选择啊。嗯，三少爷都当上市长了，这往后啊，嘿，现在就任文聘，知识分子吃香了吗？我看总有吃亏的一天。嘿嘿，老的全不行了，哎，现在只有老中医，别的一老啊。哎，这是咱俩私下里谈话，公开的场合你可不能说。我知道。小朱，哎，来。你通知报社，这篇稿子先不要发。好的。不不不，你来。你给肖市长打个电话，请他通知报社。好。
小朱，你不要打了，我自己和肖市长联系吧。罗书记，这十件事情已经议论过多次了，现在市民们很关心这些事情，我想把它发表出来，这对动员群众贯彻执行是非常有好处的。嗯，愿望是好的，做不到不是又要失信于民吗？你就说修建盈江大桥这件事情吧，谁不知道它的重要性，可是没钱呢。再说白云制药厂现在的一些做法还有待研究，并没有肯定下来什么，怎么能急于宣传呢？这十件事情经过努力还是可以做得到的。说大话空话，我们的经验教训太多了。子云，我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啊。好吧，我通知报社让他们暂时不要发表。好的。齐局长吗？报社这个电话怎么老是打不通啊？啊，这条线路啊发生了故障，正在检修，请你稍等一会儿啊。什么？我们马上派人催一催。哎，都快点。您给我拿张报纸。好好好。哎，同志，来一张一毛钱的票。还有哪位同志买票？哎，同志，请快点。这儿，这儿一张一毛的。我来点五分的。好嘞。您再给我拿张一毛。哎，老姚，哎，你看啊，你说这实实在在的办几件事儿，为人民谋福利，这比什么不强啊？哎，我一看标题就够了，中国人办事儿就喜欢实。哎，你没注意吗？做商业广告也讲实，什么十全十美啦，十大优点啦，要是身体虚弱啦，要吃十全大补丸，那都是凑个数。他要是能做到一半啊，我就拥护他当正市长。小肖，给叔叔拿苹果。哎，刘叔叔，请吃糖。好。事情就是这样。请喝茶。啊，不提拔，大家都相安无事；一说提拔，连成年老账都翻出来了。好。本来提拔李华新为总药剂师是无可非议的事情。可是居然有人把我告到了纪律检查委员会去了。让他们告去吧。市局长还不断地对我施加压力，我都有点招架不住了。刘叔叔，我爸爸也一样，在没当这个代理市长的时候啊，又是什么爱国华侨、先进工程师，还上电视台讲话。现在可倒好，什么庚子不正啊、成分不纯呢、啊、哎，还有更邪乎的呢，说他和外国女人跳舞，还脸贴脸。小肖，没什么，我听说的更多，说肖市长支持白云制药厂的改革是搞资本主义复辟。中国从轩辕皇帝到孙中山，谁也没有建成过资本主义，我爸爸怎么复辟呀、啊？哎，我爸爸回来了。爸爸，哎，你怎么才回来呀？我有点事情啊。刘叔叔等你半天了。是吗？啊，快走。好。刘叔叔。你来了，老刘。肖市长你好。哎，坐吧坐吧。怎么样？厂庆活动按照你的意思已经布置好了。我们还请了一些兄弟单位的客人。好好好。就是这个星期天吧。这是给您和罗书记的请帖。那我星期天来接你和罗书记。不用了，我自个儿去吧。子云，星期天你不是要接待德国的霍夫曼教授吗？不，那是星期一。怎么是星期一呢？我记得是星期天嘛。哦，后来又改了。那好，就这样，我走了。厂里还有个会。好，就这样。
刘叔叔，我送你。啊。今天我和几个同学一块去参加你们的厂庆活动，好吗？欢迎你们80年代大学生来批判我这个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子云，吃饭了。嗯。爸爸，吃饭了。哦。子云，白云制药厂的厂庆，你还是不参加的好。为什么不能参加？爸爸，我刚才和刘叔叔说好了，星期天我也要去的。好啊。你也不能去。怎么了？你们别忘了，前几天还有人在报纸上暗指是你爸爸把白云制药厂引上了歧路。那为什么不敢明写？写吗？一个1000多人的小厂，每年的产值是1亿2000万，可交给国家2400万的利润，这不是歧路，这是奇迹。现在中央还没有表态，要是政策一变，你就成反面典型了。说这种话的人是出于私心，或者是出于嫉妒，跳不出小生产者的臣服观念。还有的人是不愿意丢掉往日的官位和权力，就本能的起来抗衡，这是符合历史规律的。小孩子说话别逞能。嗯。哦。嗯，别再给你爸爸吃肥肉了，他已经够胖的了。我爸爸胖也漂亮。我本来就不难看。讨厌。哼，今天有人向我转达个意见，说我当了市长了，怎么还穿西装？叫我注意影响。那你就不穿嘛。那就让我爸穿上马褂，再戴顶瓜皮帽。快吃你的。嗯。哼。子云，厂庆的事儿，你还是再考虑考虑吧。还考虑什么？去不去都一样。他们计划由农民集资啊，在盈江渡口建造个大桥。以后啊，那来往的车辆都要收费。罗书记，这不等于在国家主要干线上安了个卡子吗？您说他以后不交钱呢，他就不让你过去。老史啊，嗯，你说这样干能行得通吗？怎么说呢，有些事儿啊实在是离谱。像白云制药厂吧，财政局年年通报他们，可年年照干不误。你看这。肖子云上台之后还一个劲儿的支持，他们的胆子越来越大。最近他们到各处用高价抢购医药原材料，搞得我这个医药局长都坐不住了。这个田螺是什么人？原来是个生产队长，三中全会以后他们搞得不错。嗯。现在他们可富了，什么农工商全搞起来了。最近又当上什么贸易货站的总经理。到白云制药厂去吧。罗书记，您这样一去，在客观上可就是支持了他们。不要那么绝对嘛。那就去看看，可以不表态嘛。好吧。罗书记，您请。好，罗书记，啊，您来了啊！啊，你好，你好。
哎，小王到了。哎呀，真美，真漂亮。快下去，快下去，好了，快点。这边还有，哎呀，哎呦，那边还有池呢，像公园一样。就是。就是，我们上班是比较紧张的，连撒尿都得跑步去。下了班以后，总得休息休息啊。谈恋爱也得有一个地方。这边请。你们每个月拿多少钱的奖金啊？反正，让你苦也不觉得苦，累也不觉得累，干了还想干，老婆拦都拦不住。这可真是个搞外交的材料，说出话来滴水不漏。这些都是我们近几年搞的。哦，哎，搞这一片花多少钱？13-14万吧。这么多钱，你们从哪儿来的？办法多了，反正没向国家要一分钱。我们产值高，利润大，按照国家规定，流程也就大。那你们怎么不少留些美化产业的钱来支援国家建设？不搞这些也不会影响生产吗？哎，这位同志高见呐。如果您把身上呢制服皮鞋脱下来，换上一套老棉袄，再配上一双草鞋，把结余钱上交国家，您的形象一定比现在更高大。你这什么话？宁愿听是实话，不愿听呢是笑话。请请请，什么意思？目前我们厂的药品从车间出来，库存不超过5天，资金每29天周转一次。罗书记，前面就是我们厂正在兴建的侦缉大楼。哦，好，请大家去参观一下吧。好，去看看。大家考虑一下，国家的主要交通干线上要建造桥梁，这本来就是国家工程，农民要集资造桥，这怎么能行呢？这是不行的。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是带有根本性的方向问题哦。啊，新局长，社会主义经济并不只有一种形式啊。马克思在《资本论》上说，啊，好，我是个大老粗，水平不高。不过在造桥这个问题上，我只能做这样的解释。哎呀，我的老局长，社会经济发展这么快，你还用50年代的老框框去套，那看什么问题呀？都像眼睛里进了沙子，总觉得硌得慌。哎，交代市长，你当工程师的时候，我们不是没打过交道，怎么一当上市长，你这气儿就粗了呢？啊，不，我跟你一样。老觉得上气不接下气。好，今天我们是来参加人家厂庆的，咱不谈公事啊，不谈公事，哎，不说了。哎，不过我把话说在前头，要按照你那个办法把桥建起来，我从桥这头爬到桥那头去。这可是绝妙的新闻题材。哎，你看呀，新局长的视线。是你们厂的啊？厂里新买的。财政局同意了吗？现在已经进入了电子信息年代，开展业务活动靠的是信息，现在电话不灵，交通又拥挤，我没办法，总不能让推销员每天去挤公共汽车吧。你们厂上个月不是刚受过财政局的通报批评吗？我这样做是违反原来的财经制度，可我们能为国家赢得更大的经济效益。你看我干什么？你很有学问。买了几辆？就买了4辆，其他推销员每天还得去挤公共汽车。那你再买6辆，不要说是我说的。肖市长，现在不说，将来不说，运动来了还不说。肖市长，您请坐。啊，不，今天我是自由分子啊。爸爸，啊，快走啊，走啊。什么事儿？
哎，肖市长，肖市长，有人说迪斯科是资产阶级的。啊，不不不，那搞错了。这个舞蹈啊，来自民间，它和我们中国这个秧歌舞差不多。你看，啊了啊了，走了走。罗书记，请。好，请。大家请。好。罗书记，您请坐。嗯。哦，新局长来了，请您给我们提个词吧。哎呦，有提词的吗？我还是签个名吧。哎，有有，您看。啊。哦，哈哈哈啊啊！宁犯天条，不出主谋。哈哈。啊啊啊！算了算了，还是签个名吧。来来来来，大家请，大家请。刘厂长啊，罗书记，这些药是我们厂的总药剂师李华新和他的女儿在2年里研制出来的。哦，你也来了？哦，新局长，哎，来来来来，好好好，请。新局长来了，来坐，请。哎，好。阿信，你吃。哎，好。我们的有些药品已经打入了国际市场。您看。哦哦，这个不错不错。嗯，哎，嗯，这个药我吃过。嗯，效果不错。嗯，效果不错。当初我们连工资都发不出来，多亏了这些药品打开了局面。李华新是我们厂的大功臣。嗯。他女儿叫什么？李玉芳。是个很有才华的青年，这次参加出国留学人员考试成绩相当不错，现在还没有定下来。罗书记，你坐，我把他找来。好，请。哎，看见李总没有？喏，在水系。哦。爸爸，李总，你啊，你可真难找啊！来，你忙你的去。走走走走走，我们在这儿挺好嘛。罗书记要见你们，走吧。我们还是不去吧。哎，今天我可就是要把你们俩抬出来。我看还是少给你找麻烦。哎，恭敬不如从命嘛。对，走，这个您就给我点面子啊。来来来，好好好，玉芳，咱们走，走，你们玩啊。啊，玉芳，哎，啊，好，啊，您待着，好的。李总，你慢走。哦，李总，今天来了不少记者，很多企业家要求我们介绍厂里企业管理的经验。哦，他们准备在报纸上发表。请，李总，请。罗书记，哦，这是李华新总药剂师。哦，你好。李华新，这是市委房主任。你好啊，你好。这是规划局的新局长。哦，李华新。好好好好。你好。那位是史局长。坐坐坐吧坐吧。罗书记，李华新同志为厂里研制出20多种新药，赢得了利润，赢得了声誉，功劳不小啊。李老师，你就谈谈研制新产品的体会吧。我没什么好谈的，真的没什么好谈的。您就谈谈吧。这主要是大家共同研制的，我跟玉芳呢，只是做了一些具体工作。
李老师，您谈谈活心丹吧。那次的研制主要是根据几个中成药方，又加入几种有机化合物综合研制的，先后进行了动物试验43次，又经过6个医院的临床实验，最后才决定小批量生产。这个又引入历史问题，现在还没搞彻底，不宜再贸然宣传。哦，请大家先等一等。各位可能还不大清楚，我爸爸60年被判了7年徒刑，直到现在还有人认为他是历史反革命。你们还要拍吗？爸爸，咱们走。走，爸爸。怎么回事？关于李华新的问题，史局长最清楚，还是请史局长谈吧。你怎么回事啊？阿云，阿云呐，来，快来！哎，来呀！林妈妈，你也来了。啊，阿姨，林老伯你好，这是乔连的林老先生了，你好，也是你爸爸的好朋友了，你好，你好，你好，这是我的名片，啊，谢谢，林叔叔，以后您多指教，我相信你一定会当好这个市长的。阿云从小就是有志气了，在泰国我是看着他长大的了，他们兄妹五人都有出息，阿云比他们强，他们比你有钱。可你做了大官了。刘厂长，你们厂的一些做法再研究一下吧。就这样吧。啊，小朱，你通知一下报社，关于今天采访的消息暂时不要发表。好的。还不如不请记者呢。如果明天报上不发表消息，马上有人就会认为我们被批判了。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是以前没有人想过做过，但是都被扼杀了。就像一个觉悟最早的猴子站起来走路，却被他的同类咬死了一样。我估计，马上就会有人大肆攻击，向中央打小报告。那太好了，谁要能这样做，我愿意出10000元稿费，我就是要借这些人的口向中央反映白云厂的情况。谁要用大棍子，我宁愿再加5000元。你们继续干，但是要记住万事利国万事利民这条宗旨，这就是和中央保持了最大的一致，谁也攻不倒你们。田老叔啊，肖市长让咱们集资建大桥，我看这事有点玄乎。嗨，肖市长亲自找了我2次，还几次派人找过我，这事儿没问题。田老叔，我看你还是把肖市长请来，让他当着大家的面儿，这样大家心里也踏实啊，来谈清楚。好，我去请肖市长。哎哎，罗书记，我们认为组织私人集资搞些国家建设，这是个好办法，政府应该支持。嗯，好吧，我尊重你们的决定权，你们要好好考虑。嗯，好好考虑吧。肖市长，哦，你来了。你好，老师。
好，你真准时啊！哎，请。你们这一带又盖了些新房子吗？啊，来，抽烟。好，谢谢。啊。肖市长，请喝茶。啊。田乐树啊，造这座桥可不是个小数嘛，我看呐，还是等政府来造比较保险呢。哎，怎么变卦了？你小子要出不起钱的话，你就靠边站啊！出不起钱，十万八万的我不去银行，到家就拿来。那你怕什么？怕什么？我是怕到时候桥造好了，好政府再让咱们发扬风格，那我们可就。啊，你哎，大家说对不对啊？你小子胡说些什么？我们都是过来人啦，要是想想以前的事情啊，大家都不放心。不过看看现在呢，我们呢都应该放心啊。对对对，他说的对，是这么回事吗？肖市长，造桥的钱怎么才能还给我们呢？三年之内用过桥车辆所收的费用还清本息，请你们集资造大桥，以后还要请你们集资造公路、造铁路，进城盖大楼。集资对国家、对个人都有好处，集资可以搞活经济，可以促进四化的建设，这是政府的一项长期政策。哎，这种事很难说。是啊。啊，肖市长，以前呢也这么说过啊，当然现在跟以前不同了。是是，可这次集资建桥可不是个小数目啊。老田同志，你想得很实际，不过我觉得如果国家再走回头路，那就不是乡亲们丢上几千万块钱的事，恐怕连整个的国家都要完蛋了。肖市长，我看这么办吧，由政府出个红头文件，我们签个协议书，咱们就这么干了。对，我听田乐叔的。就依田乐叔这个，这方法好。这么大的工程，你们准备工作来得及吗？肖市长，建这座桥啊，是我们乡亲们几辈人的心愿，早都准备好了。好，就这么干了。啊，好，再见。我知道了。哦，肖市长，你好啊，李光。好好，欢迎你来，肖市长。肖市长，你今天有时间啊？请里边坐吧。好好好。你请坐。哦，谢谢。怎么，星期天没出去逛逛？街上人太多，还不如在家里。哦。肖市长，你请喝茶。啊。谢谢，写什么呢？随便写写。啊。肖市长，
喝茶吧。嗯。李工进来身体好吧？还好，还好。玉芳这孩子不懂事，厂庆那天把大家搞得很难堪，其实他不是那个意思。哦哦哦，肖市长，玉芳确实不是那个意思。不，我就是那个意思。好好，把你那个意思说说好不好？那天在贵宾室里，时候还是用从前的态度来对待我爸爸，让人实在受不了。肖市长，我不是让大家难堪，我是心疼我爸爸，他的一生太坎坷了，没完没了的审查，长期的监禁，他被释放那年冬天，我妈妈又去世了，他每个月34块钱工资，供我们父女两个人的生活。刘厂长接我爸爸到白云厂工作以后，几次去找史浩，要求给我爸爸彻底平反，可他就是拖得不办。一个劳改释放犯，又是个穷光蛋，处处受人歧视。从我记事起，我爸爸就是这样，逆来顺受。有了成绩，就拼命的推让。工作上的任何一点失误，都会像教徒一样，虔诚的自责。一个人有了成绩，应该昂扬向上。可是我爸爸呢，连大声说句话，都怕别人看着不顺眼。哎，这孩子，说这干什么？肖市长，我真不理解，在国外是块黄铜，也要擦得锃亮的冒充金子，在我们这里是块金子，也要撒上土抹上灰，好像这样才有一种安全感。肖李同志说得很对啊，不少有才能的知识分子确实被埋没了，他们在精神上的怯懦不是一年才形成的，57年的一场反右斗争在精神上对知识分子管制了20多年，总感到头上有根无形的鞭子在摇晃着，随时都有被打的可能。受谴责的不应该是他们，李总工程师，我坚信今后不论任何人以任何借口再整知识分子压制有才能的人，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给我们的惨重教训，足够我们的子子孙孙铭记1000年。这件事你们也太掉以轻心了。罗书记，案情这么复杂，需要反复调查，认真核实，不能轻率下结论的。你们不早就轻率地跟人下了结论吗？现在又以不轻率为借口来维护你们所下的轻率结论。结论总要清楚吧，这里不是海外，更不是泰国。石浩，这什么话？这里是我的祖国，我很清楚。石浩同志，你不要意气用事，改天我们可以交换意见。不过关于李易芳出国的事，现在你们把他拉下来是没有道理的。罗书记，我还有事，我先走一步了。好啊。
你怎么能这样对待肖子云同志呢？他15岁冒着生命危险回到祖国，30年来他的工作成绩一点不比你差。李芳为什么不能出国留学？他父亲为什么不能彻底平反？李玉芳出国留学被取消的事我确实不知道，李华新平反的事我也不是故意的，总要把当时的领导同志再召集起来研究研究，做个组织决定。20年了，人生有几个20年呢？石浩同志，我告诉你，任何一个党员，包括我们的总书记，要是他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受到人民的拥护，他可以代表党组织。初期我们市共有电话18456门，经过我们30年的共同努力，现在一共达到。好了好了，一开口就是解放初期，解放初期，那你从猴子变人开始说起好了，那时候还没有电话呢。我问你，关于我们自筹资金增加电话线路的那个报告，领导人批下来没有？批下来了。不同意。罗书记，那座由农民集资建造的大桥干得还挺起劲儿了，近来啊反应也是越来越厉害，还有的人说那造的不是交通桥，那是通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桥。这座大桥已经开工好几个月了，我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我考虑了很久，到现在也没想出一个妥善的办法。造桥这件事对国内国外，尤其是我们的兄弟国家，都可能造成极大的误解。昨天晚上我想了一个不一定如意的办法，我给廖书记打了个报告，对于这次集资造桥的事情，责任由我来负。我请求廖书记让省监委破例地拨出一笔钱来，立即还给农民，改为承包的性质。罗书记，这不是造一座桥的问题，而在国家的建设上开一条路。我们不能只局限于一种形式。是啊，现在全国各地出现了很多新事物，有的还登在报纸上，可是中央到现在很多问题都没有表态啊。我是怕你心急离了谱啊。这样吧，建桥的事先停一停，明天我去见廖书记。罗书记，你不要再说了，停不停的决定权在你，我只请你考虑考虑，总可以吧？我考虑。
好，就这样吧。好的。玉芳，有事吗？刘厂长，你知道，我出国留学的考试成绩是优秀的，身体检查也是合格的。现在突然取消我出国留学的资格，我想了解一下到底为了什么。你能帮我去再问一下吗？我明白你的苦衷，生活的现实跟我们父女俩开这样的玩笑太残酷了，不公平。爸爸，我不想出国了，真的，知识在国内也能学到，真的，我不想出去了。对不起你，李玉芳出国深造，对我们厂今后的发展能起很大的作用。这次硬给挤下来了，现在还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要上告。你告谁？你以为还能把李玉芳换上去啊？我想起了四川青城山上有一副对联，上联是事在人为，莫道万般皆由命，下联是境由心造，退后一步自然宽。史局长这么高也太过分了。哼，你以为石浩有这么大的能量啊？这样吧，由你们厂里出钱让李玉芳出国学习吧，你马上打个报告给我。这加高加宽啊，咱们按要求去做。你说对吧？哎，你看这儿这儿，哎，肖市长，罗书记来了，在下面等您呢。嗯，好，就咱们先走吧，走走。哎呦，乖乖，人够大的。哎呀，这个摊子你们铺的可真不小啊。嗯。啊，你好，江主任。你好，你好，你好，肖市长，进去了。老江，你谈谈吧。肖市长，也算我们官僚主义吧，啊。你们已经搞成这个样子了，我才刚刚知道啊。你们搞这么大的集资桥，大家反应很大，把我们搞得非常被动。建这座桥没让你们拨过一分钱，你们怎么会觉得被动啊？肖市长，不能以实用观点看问题吗？你们造这座桥，省里面也没有讨论过呀。我看，你们还是先停下来吧。等省里做出决定再说吧，啊！江主任，我们不能停，绝不能停。不要激动嘛。我没有激动，我很冷静。你们还是先停下来吧。哎，我看我们还是到工棚去谈吧，啊！好，走吧。那江主任，请吧。
我早就说过，建这么大桥啊，还要政府来造。那不管，这协定是肖市长定的，出了事啊，还得找他去呢。哎，哎，小李啊，拿点饮料来。哎，哎，大家随便坐。哎，请坐，请坐。江主任，你来，请坐，请坐，请坐吧。大家请喝点饮料，行行。哎，徐局长，你喝点这个。谢谢，我有。江主任，交通阻塞对经济的发展束缚实在太大，现在全国几乎到处如此，如果还按照以往由国家独家经营的办法去做，那一则国家在财政上受不了，二则也等不了啊。你说的也有道理，可是在主要交通干线上建桥，我们一直都是根据国防需要和运输上的轻重缓急分期分批由国家投资建造的呀，啊，你说是吧？可是我们是全国首创的呀，首创，这可是个新名词啊。如果像这类已经看得很清楚的问题，还要等着上级表态，国家设上100个总理也不够，还有什么效率可言？一切都要等着上级点头，那连傻瓜都能当官。肖代市长，我是来跟你研究问题的，既然你没有诚意，那我们就不谈了，不谈了。老姜，老姜，子云，你也就太固执了。啊，罗书记，来，你请坐。抽烟。罗书记，他在上面惯了，还不完全了解我们农民。这座桥啊，我们祖祖辈辈都想修啊，可以前行吗？不瞒您说，十几年前我到公社开了贫下中农证明信，带着全村的老老小小到城里去要饭。有一次啊，被文工五位抓住了，他们硬说我是逃亡的四类分子，他们就用皮带抽我。我给打急了，真想把证明信掏出来，可我又怕给咱政府脸上抹黑，我就任他们打吧。那时候我们也没向国家要过一分钱呢，现在我们想帮国家解决点困难，倒有人来管了，我们富了，我们的心没变黑呀。老田同志，你的心情我很理解，可是这样的干线桥国家是不允许私人干的。子云，还是停一停吧，省得以后不好收拾。就这样吧。啊，肖市长，你看，还是按照协议书办，出了问题我负责。啊，走吧。哎，小关。嗯。你干什么呢？交过桥费呢。什么过桥费？哎，你怎么能收钱呢？这桥是我们三家凑钱修的，为什么不能收钱呢？是谁批准你们在这修桥的？生产队批准的。我这里有收据，你们还能报销啊？胡闹，我们是政府的车呀。我们修桥也没要政府一分钱呢，你们收的这叫买路钱，简直都成了山大王了。哎，这是什么话？你不愿意从这儿走，可以绕着过吗？嗯。罗书记，
咱们还是交吧。走，老辛，绕绕。好了好了，别生气了，快过来吃饭吧。真是不像话。我们流血牺牲打下的江山，还没等我们进火葬场呢，连过个小桥都要收费。人家过桥不是也要交钱吗？怎么轮到你头上就冒火呢？这不是几个钱的问题，这是方向，你懂吗？方向。哎，你干什么去啊？哎，真是的。喂，肖市长吗？我是李玉芳啊。哦，是玉芳啊。我今天要走了，我和我爸爸非常感谢你对我们的关怀。你不要感谢我，应该感谢你们厂里。你放心的去吧。啊，谢谢。到了国外之后要经常的和厂里保持。哎，好的好的、啊、哎，一定的。汇报你的学习成绩。哎哎，好的好的。好，就这样了，祝你一路平安。再见。再见。好。你要出去、啊、紫云来了、啊、快请坐吧。啊啊，你们谈，冷静点啊，来吃苹果吧。啊啊啊，我自己来吧。你们谈吧。嗯。你说吧，你还有什么新鲜的？昨天晚上我一夜都没有睡，我越想问题越严重。你是个知识分子，看问题比较单纯，我不责怪你。现在我绝不能再让你蛮干下去了，你等着，我去求情，等钱一批下来马上还给投资的农民。罗书记，你先不要着急，我们再谈谈。你说吧。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就是富裕了，我觉得也要坚持这样做。你看这几年我们并没有给农民钱，只是规定了一条政策，农村的经济就开始活起来了。我们一定要调动全民的财力，才能加快国家建设的速度。哼，你的胃口倒不小，那要我们国家干什么？都给私人干好了。我的担心不是没有必要的，你考虑过没有？如果让一些少数人掌握了大量的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如果他们一旦掌握了资本，他们绝不会睡大觉，必然会在经济、文化和整个的社会生活中发生重大的影响。最后，为了维护和发展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就必然的在政治上进一步的寻求自己的代理人。这不是历史的前进，这是历史的倒退。你考虑得很深刻，可是也不能忽略了另一个方面。我们的政策不是要制造、保持这种贫富悬殊，而是要通过各种途径
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住部是大多数人再富起来。我们以前想走同时富裕的道路，这已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罗书记，这几十年来我们的国家发展实在太慢了。你看，日本是一个战败国，这几十年的发展如今成了经济大国。可我们呢？我们太习惯于纵向的看问题，有了一点成绩就沾沾自喜。现在我们应该学会横向的看世界，这是我们吃了无数苦头才换来的一点认识。好了好了好了，看来我很难说服你，现在我只好如实地向上级反映了。国外的亲戚朋友们当中，有人说你被共产党赤化了，可国内又有人说你搞资本主义，何苦呢？我们出国去吧。我不愿意在异国的土地上做个外国人。我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毫不后悔，如果生活允许再重复一遍，我还会选择这条道路。我相信会比这次更聪明些。在世人大会议即将召开之际，我有责任向上级党委反映我对萧子云同志的认识过程和我的意见。弟弟，今年11月9日是父亲的80大寿，我们多么渴望你也能来为父亲祝寿，和我们欢聚一堂啊！特别是年老的父亲心里惦记着他的小儿子，却又一再阻拦我们，不让我们邀你来此，说不应该让你为了私事妨碍了公事。可是父亲近来身体不好，我们怕这是最后一次为他老人家祝寿了。亲爱的弟弟，你能来吗？这里埋葬着并不年轻的萧子云，伟大的爱和痛苦伴随着他度过了一生。尽管人们众说纷纭，但他在心灵上永远是个好人。妈，你看什么呢？
没什么。妈，帮帮忙。子云，你为什么一定要召开记者招待会呢？官可以不做，不能不对人民做个交代。爸爸，后退是愚蠢的。爸爸，你快点，要给爷爷祝寿了。嗯。你怎么了？啊？啊？你们这家人呐，1937年，爸爸把大哥送回国参加抗战，牺牲在太行山上。新中国成立了，又把你送回祖国，在你背上刺了这块版图，叫你报效国家。大学毕业了，你拼命的工作，可文化大革命，又有人说你是派遣来的特务。每天批斗挨打，又抓去坐牢，现在又有人说你搞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不到外国搞，到中国来干什么？小去接电话啊，过去的事不要再提了。喂，是啊。哦，爸爸，爸爸，爷爷从曼谷打来的长途。喂，爸爸，我是子云啊。你老人家身体好吧？什么？你不要听信谣传。我不是一只离群的孤雁，我和祖国人民在一起。和您在一起，困难可以解决，不需要什么帮助，啊？什么？什么？我说啊，我们全家为你骄傲，要好好的报效祖国，不要挂记我了啊！爸爸，今年是您老人家的80大寿，我应该回去给您老人家祝寿的，可我公务繁忙。实在离不开，爸爸，儿子忠孝不能两全了，我在这儿就给你老人家跪下磕头了。喂。我爸爸在家。我是廖广，那你爸爸到我这儿陪他。现在就去啊？哦，爸爸，省委廖书记让你马上到他家去一趟。哦。这么晚了，找你去什么事儿？不知道。
这边坐。坐坐。喝茶。哦哦，我自己来。嗯，我不抽。廖书记，哎，来来，坐，好，哎，廖书记，嗯，有事吗？没什么事。今天的记者招待会几点开？上午9点。啊，同志们，我今天是个人发言，任何个人的发言都可以研究讨论的，或者可以否定。我奉劝同志们，同时也告诉全体人民，在目前我们中国正要对各项经济工作进行改革的时期，千万要记住历史的教训。今天的记者招待会是子云同志要求召开的，我也是同意的，因为子云同志的这个要求是有道理的。他说，一个城市也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对主事人有个意见，不要憋在肚皮里嘛。啊，我们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全家一条心，黄土变成金，要是我们全是一条心，那就变成个聚宝盆了啊！我们今天还请了电视台的同志来向全市播放这次招待会的实况，目的是要全市的人民都来关心我们市的改革。好，提问题吧。我提问。请吧。谢谢。请问白云制药厂的工人经济收入普遍都高于同类的厂，有人说这是用金钱腐蚀工人，请谈谈你的看法。怎么能说白云药厂是用金钱腐蚀工人呢？他们厂职工的待遇是比较高的，但这是和国家的收益、集体的收益成正比的，为什么不可以？改革的目的就是让人民的生活逐步提高嘛。他们打破了大锅饭，实行了按劳分配，有贡献的职工开始富起来了。有人说这是丢了社会主义，铁饭碗没有了。就算以前那种大锅饭是铁饭碗吧，如果碗里是空的，那和讨饭碗有什么区别啊？我常在想，如果现在人民过的还是那种缝缝补补、凑凑合合的生活，那不光彩的不是他们，而是我们的政府，是我们这些号称为人民服务的干部，是我们这个受人民信赖的执政的党。十多年前有首歌叫《大河有水小河满》，这不合逻辑。大河的水哪来的？长江、黄河，哪一条大江大河不是涓涓细流汇集而成的？没有这些涓涓细流，大河的水怎么满？一个国家的强盛也是如此，民富才能国强嘛。可是现在有的人呢，
得了一种红眼病，一看见别人富了，他心里就难受，就眼红，就迎风流泪。他也是我的。我提个问题，行吧？听说您给白云制药厂提过“宁犯天条，不触众怒”的词，这个不知是否属实啊？完全属实。好，那么请您谈谈这个词的含义是什么？可以。好，谢谢。含义就是要敢于改革，就是要敢于改革那些现存的被认为是不可侵犯而实际上一再阻碍经济发展、损害国家人民利益、影响我们前进的东西。这些东西往往还被一些人认为是不可侵犯的天条。在无产阶级革命历史上，第一个犯天条的就是列宁。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无产阶级要取得政权，必须要在几个资本主义国家里同时取得胜利。而列宁认为，在一个国家里可以首先取得胜利。于是他领导着俄国无产阶级，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第二个犯天条的是毛泽东同志。列宁同志认为，无产阶级要取得政权，是首先占领城市。而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是首先占领了农村，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式取得了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个犯天条的是刘少奇和邓小平同志。毛泽东同志说，人民公社好，一大二公，而他们认为要发展中国农村经济，还是责任田好。果然，在短短的三五年时间里，使中国大部分农村在经济上取得了根本的变化。这些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实践都充分说明，要推动时代前进，要发展经济，要使国家富强，要提高人民的生活，就要改变这些旧的观念，这就叫犯天条。不改革就不能发展，不能发展就不能生存，就要触犯众怒。这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大事啊。哎，你说的对，有你这句话我。哎，打什么岔，快坐下坐下。我提问。行吧。谢谢。请问，如果你在这次人民代表大会上正式当选为我市市长的话，你的施政纲领是什么？你能不能简单的谈一谈？我要在发展生产的同时，是全市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教师，特别是中小学教师和机关干部、医生、护士的经济收益都活起来。对那些贡献大的人，要真正享受到按劳取酬的待遇。不劳动者不得食。牛皮都快吹破，看你什么事儿，你老实听着吧。我上台不久，宣布了十件大事，有五件事情办成了，一件事情办错了，还有四件事情没办成，可见我这个代理市长不怎么样。就拿电话来说吧，我是由于经验不足，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同时我还态度粗暴，我对不起齐局长，我向齐局长道歉，请求批评。不不不，你是对的。现在上级已经同意我们改建线路的那个报告了。我要求即将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市人民允许我再代理三个月，以完成我对全市人民立下的夙愿。